别人他说 one of the root is reciprocal of the other root，就是说 reciprocal 呢是一百 alpha，五的 reciprocal 是一百五，然后一百五的 reciprocal 是五，所以 alpha 的 reciprocal 是一百 alpha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找了那个 sum of root 的话，就是 alpha 加一百 alpha 会是等于那一个十 percent 减减十 percent，你已经很熟了的时候，你那一个减减十 percent 你就不用写了，你直接边加边减，减边加，然后十 percent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一个部分呢，我们不要做先，因为这边会比较复杂一下。OK，我的 product of root 的部分呢，我有 alpha 乘一百 alpha 会是等于 k per 三。OK，好。然后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呢，我其实这个应该要处理掉它的，就是说我的分母有三跟 alpha，所以我乘三 alpha，全部一起乘三 alpha，然后全部一起乘三 alpha，然后就是说我这个乘三 alpha，乘三 alpha，乘三 alpha，然后三三越 alpha 越。所以它会变成三 alpha square 加三等于那个十 alpha，OK，然后我就有三 alpha square 减十 alpha 加三等于零，然后过后 c 是加同符号啊，然后三 alpha，OK，然后接着我再三跟一。然后两个都是减，这边是三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减减，等于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呢，alpha 会是等于三。等下这边其实我可以直接越，然后我就有 k 等于三，哦，所以 k 等于三是 settled 的。然后他讲 root of the equation 就是我要找出我的 alpha，我的 alpha 是三，或者是我的alpha 会是等于一百三。所以三的 reciprocal 是一百三，一百三的 reciprocal 是三，所以它的 roots 呢是三 and 一百三。OK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答案是A 是减八 k 等于减八，然后这题哦三，然后一百三跟三对，OK 好，然后接着我们看第十，对，就是这样。